大家好，欢迎收看建仁投资。台股上礼拜四天涨了400多点，那我对行情的分析在上礼拜五有没有特别跟你交代？要趁着大涨的时候跟我卖股票。今天台股呢重挫了222点，股票操作我讲过，一买一卖决定你的输赢，你要会逢高卖。上礼拜五台股大涨，我说你不趁着大涨卖，你什么时候卖？难道今天压回重挫你才知道要做卖出的动作吗？行情的架构目前区间整理，区间整理上来这边要卖，这边要卖，这边要卖，包括上个礼拜五这边也要卖。我绝对不是事后放炮，我如果是事后放炮，看到股票跌下来才用嘴巴讲的，哎，高点你要卖哦，没有拿出会员的扣讯，没有拿出证据，那都是白谈，那都是空话。拿出实战的经验，对行情的分析有没有给你正面的帮助？相信从大盘的一个分析跟我带会员的操作，你已经一目了然了。什么时候该买股票？跌的时候要买啊。什么时候该卖股票啊？涨的时候该卖啊，是不是？所以整个台股的架构，上礼拜连跌四天，当天重挫了143点，缺口是支撑，要不要跟我低接？要不要跟我低接？低接完之后，四天呢、啊，涨了400多点了、啊。上礼拜五9月15号，该减码的我会减码，该卖的我一定趁着大盘大涨的时候做调节动作嘛，包括前面这三次如出一辙。所以今天台股呢重挫222点，你是我会员，你会担心，你会害怕吗？你需要去杀低吗？是不是？所以今天杀下来了，上周有跟着卖的，接下来就怎么低接嘛。所以我常常告诉你，我给你优势跟价值，在跌的时候我带你买啊，涨的时候呢我更会带你卖嘛。金老师是会带会卖股票的分析师啊，哦，这是我可以提供给你的优势跟价值所在。所以这档隐威之前865卖四趟381块钱，跌了300块钱啊，来到571啦，我才出手做机会啊，完全避开风险，865到571，将近300块钱的风险避开。我还提醒你，600以下的隐威很安全，而且有波段，当天590啊，8月28号嘛。所以600以下有买的有没有赚钱啊？上礼拜卖在684啊，600以下买的684卖，我算84块钱就好了。所以连同之前的操作，381加384累计报酬率465块钱，有没有在684这个位置跟你对视对价？上礼拜是不是一个很好卖股票的时期？相信你从今天大盘的回档已经一目了然了、啊。难道我是看到隐威今天跌到644了，我才事后说，哎，上礼拜高点要会卖哦，啊，要留意，要小心哦，需要这样的一个事后放炮来掩饰自己没有功力的一个讲盘效果吗？金老师常告诉你，我不怕你印证，有一定的实力敢拿出会员的扣讯来跟你们对视对价。一位分析师如果对自己操作不敢面对会员，公阿伯其实没有资格当分析师啊。至少金老师的一个操作模式全程的摊开在你面前啊，腾跟更好你看了了啊。所以600以下买的隐威啊，684卖嘛，这样有没有84块钱一张？一张84块钱呢、啊？今天盈威644啊，离我的卖点差了40块钱呢、啊。那盈威跌下来，我当然看好啊。它是全球第一个传输速率高达224Gbps 的半导体测试界面机油股嘛，赚三个股本啊。我说过基本面有改变吗？基本面有改变吗？既然没有改变，跌的时候市场上很悲观，我就容易出手做低阶的动作嘛，因为高点有卖啊，接下来就怎么低阶而已嘛。这档细微当时候150卖两趟76%嘛，杀到133低阶，就上礼拜一啊，上礼拜一这个位置嘛，很多股票是要买的，上礼拜911嘛，你有没有求救啊？911这一天呢、啊、6231的一个细微133是不是买点？当天给你的分析，千万不要因为大盘跌143点你杀低啊，你要低阶啊。明星级的产品一直没有改变嘛，
业界最强大的伺服器资料处理中心就是 BIOS 系统，懂吗？所以133要跟我买，上礼拜我大涨啊，161卖嘛，22%加76%，获利几乎翻倍，98%。上礼拜我是不是很好卖股票的时机？细微啊，早盘来不及卖嘛，杀下来反弹上来要赶快做拔档的动作，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务实的操盘心法啊，提供给你做参考跟学习啊。那上礼拜我161有卖的细微，今天跌到152.5啊，差了8.5块啊，是不是？所以一档股票的一个价值在于我们对基本面产业的结构研究的相当透彻，所以呢我们是分段操作，有没有150卖133接嘛，上礼拜161出嘛，绝对不是报上报下，我都有拿出证据啊，我都有拿出会员扣讯跟会员电视观众对时间对价格，怎么买的怎么卖的很清楚啊。艾普你可以说我卖错啊，对，五趟的操作全程摊开在你面前嘛，上次卖366杀下来接嘛，然后上礼拜一样卖在366，今天的艾普，今天艾普几块钱，今天艾普收盘371.5啊，我卖366啊，对啊，短线上我是卖错我承认，那至少这五趟的操作我如果用低进高出高出在低阶的模式帮会员创造倍数利润，五趟啊，一趟平均20%、啊、有没有达到一倍的利润，你给我时间我给你破段啊，去问一下会员，去问一下会员探听一下啦，什么是倍数翻的一个操作。所以上礼拜包括这一档泰硕，因为节目时间来不及讲啊，泰硕一样在上礼拜我就做了调节动作，散热的一个泰硕，之前7月份50.8起涨买点，涨到78.253%嘛，我卖76.4嘛，第一趟操作53%，回档修正收敛形态突破57.3做接回的动作，后来涨到65.5没有卖啊，短波高没有卖，所以我在上礼拜三61告诉新会员可以再买，礼拜四呢涨了将近6%64.5啊，我是礼拜五卖在64.3的，53%赚下来之后接回，其实这边有做了一小趟价差不赘述，所以这边接回之后上去，上礼拜五9:55，泰硕64以上先卖，当时在64.3呢、啊，所以呢64.3卖泰硕，收盘64块钱，所以上礼拜五我是不是告诉你，趁着大盘大涨400多点，来到波段高的同时卖股票很轻松很愉快？还是你认为上礼拜五一根长红尾盘拉上去了，所以这个盘要冲了，所以呢失去了戒心，所以呢一窝蜂的乱追？我帮会员踩刹车，我帮会员做调节的动作，这是我的操盘心法。泰硕普通会员的持股，普通会员的人数最多啊，因为他们入会门槛比较多嘛，所以全体普通会员来跟庆老师对时对价。上礼拜我9:55，我们告诉你泰硕64以上卖，当时价格是在64.3。我刚才讲过啊，因为上礼拜的一个节目内容太丰富了，我光是第一个阶段讲完，最后第一个阶段时间剩不到30秒啊，所以泰硕根本来不及做交代。但是我说过，你只要是我会员，不管我哪一天秀出扣讯，那个时间价位保证跟你收到的一模一样，不管是买点还是卖点啊。所以呢，全体普通会员，上礼拜五泰硕是卖在64.3，今天泰硕呢62.3呐、啊，我当然又卖对了。庆老师是会带会卖股票的分析师，是不是？包括这一档中沙1560中沙，这张股票也是普通会员的持股，我从这个位置开始买的。我什么时候卖？不是上礼拜五，我是上个礼拜四。最高146那一天告诉会员要卖出的，一样。如果你周遭有我普通会员的朋友，去问一下中沙，我是不是上礼拜四大涨146这一天告诉他们要卖的？今天中沙呢，最低杀到138，所以高点有卖，
股票跌下来，你总是比较幸福的感觉，这是人性啊。对，卖在相对高点啊，卖完之后股票跌下来，成就感呢？不仅我，会员也一样啊。对，股票卖在相对高点，获利拔档。那现在大盘重挫回档，你想不想低切？你有没有那种兴奋的优越感，想来跟我一起低接下一趟的动作？如果想，请你好好把握，跌的时候要敢跟我买，涨的时候我自然会带你卖，这是我给你的优势跟价值啊，好吧？你想要这样的优势跟价值，把握任一趟的动作。这档秦城 AI 的股票，8月24号，24是卖，最高248嘛，零前波高29啊，量价不对称。量价背离，这标准的卖点它不会过高的，所以24是要跟我卖秦城。我等了它多久时间才做一个接尾动作？将近3个礼拜啊！我202接啊，离我的卖点差了42块钱啊，有没有价值？你来跟我做有没有优势？有没有领先其他同业分析师的一个操作？你家里去比较你就知道嘛？你现在跟的哪个分析师操作的绩效有比我好吗？有吗？我只能告诉你，从旧会员的续约跟升级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位分析师很用心带会员的操作绩效。如果你现在跟的分析师绩效让你觉得没有优越感，最好是用绩效带你逆转胜，这是我可以给你的一个承诺啊。所以秦城244的卖点202接回啊，上礼拜四啊。202接回嘛，接回之后呢，礼拜五来到224啊，这样不是赚了20几块钱吗？为什么我告诉你随时会卖？我早就告诉你了，很多 AI 股票我都看反弹而已啊，回升问号啊，回升是有很大的疑虑，你懂我的分析吗？很多分析师每天都在 AI， 每天都买 AI。涨也追，跌也买，每天都在买。如果你看到这种节目，我认为你的操作陷入一个极大的风险，因为高点不懂得卖，而且很多 AI 股票它已经转为弱势的。我上礼拜给你带到啊，已经转为类似空头的模式，你一定要选择站在买方。你如果趁着反弹不卖，接下来会更低，接下来一定会更低啊。所以244的卖点，202接尾。上礼拜我224.5嘛 ，Anytime 我会 sell， 对，今天有没有卖？9:12的秦城216以上我都就卖了，12在217，你去对价，今天大概卖在217呀、啊，今天大概卖217呀、啊，收盘多少？209，有没有卖对？所以这一趟的一个操作202接回的位置到今天217嘛。买个10张，花你200万，这样也有15万。重点要会卖。上次244你没有跟我卖了，这一次弹上来217再不卖，我不晓得接下来你风险你可以忍受多少的一个程度跟趴数。你看一下这档技嘉更是如此啊，这也是 AI 的一档股票。上次367卖，两趟的操作超过70块钱，记得吗？我367卖完之后，我等了7天，我才做接尾的动作。9月7号，310接吗？是310接反弹，表现不如预期，316要跟我卖，小赚6块钱，你觉得不好吗？你还寄望说310的一个计价买完之后要回到367以上吗？那你真的有点天真。那你对不管是技术分析的一个层面，一知半解，还是对整体不管是 AI 概念股票的一个架构，有回升的有空头的，你不要以为现在的很多人动不动就把这档股票跟 AI 相并联，因为你们比较容易被吸引住嘛。这是一个比较像说类似做生意的角度来吸引你的目光，但是千老师的分析解盘实事求是客观，我要给你正确的投资方向跟策略，不管是大盘还是个股的操作啊。所以技嘉你之前367没卖的，316要不要跟我卖？你316再不跟我卖，
它会跌到277，今天剩253，今天的技嘉已经来到波段低点了，已经来到波段低点253，这个位置要不要卖嘛？9月8号这个反弹要不要卖？要不要卖？9月8号啊，我卖316啊，我卖316啊，更早之前不是卖367吗？不管是367赚了70几块钱，还是316小赚出场，你如果没有卖的，今天剩253，316到253呢、啊，差了60几块钱，10张差了60几万，这比你缴的费费要多出太多了。所以股票的操作还是那一句话，一买一卖决定你的输赢。我不晓得你现在是不是都只会买股票，都只会摊平股票。对，波段的一个股停一点，你懂不懂出？反弹上来的一个类似减少损失的卖点，你会不会出？探底大家比较容易心甘情愿出掉，那反弹上来呢？或许离你的成本不还有一段距离嘛？你会出吗？一般投资友是不会出的，这就是输家常常犯的一个毛病。这一档前半年就赚超过两个股本的龙头指标股是哪一档？支撑起涨买点，矽晶圆的环球晶，上礼拜四我就卡位了。上礼拜四环球晶啊，最低465，当天收盘478.5啊，是支撑起涨买点，基本面、产业的分析、技术形态都给你带到完整的 K 线，有没有？也让你一目了然呢、啊。所以我绝对不是无中生有，更不会事后放炮。所以上礼拜四465支撑起涨买点，礼拜五呢，是不是环球晶一模一样嘛？我说要赶快上车，它接下来一定会有利多。礼拜五呢，它涨到485.5，最低是476.5啦，要赶快上车。接下来会有利多，就像隐威嘛，上礼拜四是不是有利多消息？当有利多消息，隐威已经从600以下涨到700了。报上的利多落后我100块钱，你还要看报纸做股票吗？20块的报纸哪有办法好呀？电视里面看啊，是不是？所以整个一个环球晶要赶快上车。今天有没有低点让你上车？今天有平盘以下的476让你买，收盘483啊。亲爱的朋友，今天大盘跌222点，环球晶跌不下去啊，最低就是476啊，收盘平盘呢，有跌吗？为什么不跌？从产业结构，前半年就赚两个股本的矽晶圆的龙头环球晶嘛，低点拉出去嘛，回撤连这一根红 K 棒的一半位置都没来测试，你认为它强不强？你认为接下来它应不应该大涨？上礼拜五还有一档股票赚两个股本的突破反压之后的回撤，今天它跌啊，大盘跌222点呢、啊，它今天不是刚好回撤支撑吗？你是不是应该趁跌来跟我好好的布局？这是我可以明白告诉你一件事情啊，大盘重挫，很多人不知所措，需要帮忙的地方不要客气，加入我的 LINE 小鼠 AI 8085，小鼠 AI 8085，我会尽我最大的专业实力帮你解决任何的疑难杂症。就一样，再回到节目一个现场。大盘重挫222点。国巨被动元件龙头今天还来到波段新高，我选给你股票到底是不是绩优股？到底有没有符合巴菲特的一个选股逻辑？相信同学们你看得很清楚啊，降盈投资是走向成功唯一机会，没有第二条路，我谨守的原则永远不会改变，好不好？这样国巨当时9月1号最低485，最高512，攻击天量出来了，512一定不是最高点，因为被动元件的库存去化了差不多了，跟所谓的功率放大器一模一样，所以整个国巨的一个架构就从485.5呢，我说接下来先下后上啊，它未来走势就是会上。9月8号最低499.5嘛，高姿态强势整理国巨，
整理完之后有没有强势表态来到波段高514。你看一下筹码很稳啊，融资水位3900多张，上礼拜二啊，对，为什么可以创下波段新高？筹码非常稳啊。礼拜五呢又来到523，再创波段新高。坚国巨呢532继续的走高啊，盘中稍微洗一下它又往上走高。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筹码面依然很漂亮，融资剩3740张啊，又是新低水位。所以面对台股今天重挫，它真的跌不下去了。我之前就画给你看了啦，我说它一定会上，回档修正你再不买，回档修正你再不买，它就会往上走高啊。我没有画给你看吗？我说512一定不会最高点嘛，量先价行的概念嘛，它有没有往上走高？今天有没有印证？今天来到波段高啊，532啊。我有没有带你们看见未来？不管是产业还是技术分析，华新科被动元件的大底完成的攻击天量108也不会最高点，很清楚啊。9月8号回档下来低阶，继续的低阶在105，这跟你对时对价过了，当时在104.5啊。9月15号上礼拜我来到109，华新科还会再涨，今天呢最高110啊，持续看好。持续看好被动元件的第四季，功率放大器 PA 一样，第四季我还是看好。你看一下全新，从3月份的84.2，晚星底整理末端，告诉你功率放大器 PA 库存调整近尾声嘛？当时候两阶段128.5卖74%，全新三角形收敛形态，8月29号127的一个全新接尾啊，整理末端嘛。你看营收已经往上走高了嘛，筹码一样很稳啊。127那天买完之后，隔天30号马上亮灯147，涨了20%之后的全新回档，我说中长线看牢，累计报酬率94%嘛，跌的时候我一样看好。礼拜三不是跌到144吗？我强力支撑就在这个缺口，不要怕跌，有跌就要跟我买，知道吗？所以整个全新呢，上礼拜三讲完之后，礼拜四马上来到151.5，涨4.5块嘛。跌的时候要不要买？我告诉你，支撑就在这边啦、啊。所以整个全新今天呢，已经来到156了，一张都没卖，我真的舍不得卖，因为第四季还会让它股价继续的推升。这一档绩优性的个股，八月营收今年度新高，那今年度的前半年赚赢去年的前三季，获利。已经表现在股价身上了，大底完成了这一档绩优股波段行情，邀请你跟我一起来布局未来股票的操作，不晓得如何掌握的，欢迎加入龙家军的行列，从明开始我们一起来对时对价。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